也太刺眼了吧。休闲的装扮总让人觉得轻松愉快，只要你会搭配，即使一件简单的 T 恤也可以让你成为人群中的焦点。那么你知道休闲中带有个性的服饰上哪儿找吗？哎，知道也要讲不知道，不知道对不对？那就跟我们走吧。在阿拉街出现了这间专售潮人服饰的时尚店，宽敞的空间，一目了然的成品摆设，琳琅满目的时尚商品，是不是已经勾起你的购买欲了呢？看两位主持人各有所好，这里无论男装女装都应有尽有，不怕你买不到衣服，就怕你买到停不了手。这里聚集了多款本地及国际的时尚品牌，其中就包括了法国、英国、美国及韩国等地的知名品牌哦。而他们都是以休闲服饰为主啊。今天就教你如何在休闲中穿出个性。今天就以颜色打造个性时尚吧，结合牛仔与碎花布料是今年流行的新元素，俏丽的装扮让人顿时成为可爱的时尚达人。只要选择对的上衣，即使是搭配简单的牛仔短裤，也绝对能在休闲中展现潮人本色。若想彰显帅气酷炫的一面，最好选择简单的设计与色调，主打整体造型的完整性，那就是帅。不难发现，这里的服饰充满了俏皮的元素，同时呢又创意十足。像这件来自法国的趣味 T 恤，就通过了后现代的手法，用卡通布偶和品牌结合，非常的醒目。还有这款来自英国的时装品牌它的 T 恤，设计简单，但透着强烈的叛逆感，又坏又帅。除了又坏又帅的服饰，这里还有让人又恨又爱的时尚鞋履。这里的鞋子款式设计有些复古玩味，却有着最时髦的流行元素，再夹杂着几分前卫的性感。因此来到这一站式的购物小天堂，你还可以随时搭配出整体造型，从服饰到鞋子，总能撞击出最完美的时尚火花。这里聚集了不少鞋履品牌，都是明星们追捧的牌子哦。这款呢就是来自美国的鞋子，你看多漂亮，是很多港台明星都非常喜欢的，就三米郑秀文啊、阿萨蔡卓妍和小 S 都超爱的。如果你想高人一等，就千万别错过了这里一双双将女性长腿无限展延的高跟鞋。每个女孩心中都摆着一双小红鞋，你找到了吗？若你和慧萍同样有着一双白皙的美腿，这款粉红色高跟鞋肯定可以把你粉嫩肌肤展露无遗。看明杰一脸笑眯眯，男士们请放心，你们也可以在这一站式的店内从头到脚打造最完美的潮人形象。帅！如果你是一个 rock 的话，那千万不能错过这款来自英国的朋克风厚底鞋哦。这品牌的鞋子男女试穿，并大量采用不同材质与颜色相配搭，让人眼前一亮。其设计概念结合了朋克牛仔的特质和与时并进的设计理念，与今年的流行趋势不谋而合，而且还容易配搭。想打造休闲朋克风，就不妨选择充满朋克元素的黑色 T 恤，加上今年最流行的铆钉朋克风裸靴。今年的朋克风就是这么酷。都说了，这里是一站式购物好去处，怎么能少得了包包陪衬呢？除了一系列复古美丽的包包，这里还有更多性格十足的包包等着你哦。这里的包包主要是以简约经典设计为主，却不失潮流感，又多了一份个性。但是，慧萍，这些选择会不会太少？谁说的？看，都是好不好？感觉你比叶问还厉害。当然。可是你干嘛拿出来呢？重点是，这个每个上面都是有包包的样子，好吧？是啊。哇，这很多选择哎。没错，这里的包包选择真是多又多，像这样摆放在抽屉里，款式却一目了然，也是不错的好点子。除了包包和时尚服饰，货架上还摆列着一个个独具匠心的首饰、玩味复古的墨镜、色彩亮眼夺目的手表，甚至还有逗趣好玩的袜子，让你全身处处是亮点。想要成为众人的焦点，其实不用盛装登场，一件简单的 T 恤和牛仔裤就可以让你潮味十足哦。没错，马上为自己打造潮人休闲时尚吧。